大嫂，安尼听起来，华仔算是度过危险期啊。是啊，伊的身体状况总算稳定控制落来啊。可能是逐天听我姐伫个耳旁边细细念，听了也唔甘啊。啊，毋过是毋是当醒过来，医生嘛无把握。一定会啦。你接受专访。好，好，好，华仔。是安怎？心动回来啊！伊知影华仔哦出车祸的代志啊，即摆接受我电视台专访。关掉。啊，要你再看电视哦，不如过去个病院关心一下。老婆，走，咱来病院一撮。好。啊，大兄，若是有啥物消息吼，你才甲我讲啦。我知啊，是讲想想恁阿对这件代志遮尔关心着，厝头拄仔就一直问恁嫂啊，问袂煞。我着想讲，大家拢是亲戚，啊，想要了解一下状况啦。是故意。你若想要知影讲是毋是有人提供有利的线索，会当带阮来去病院一趟。唔免啦，外口遮尔寒吼，我留伫厝内面才会感冒啦。真的。志明，你嘛看到新闻啊？是啦，着看新闻，毋才想讲过来关心一下。小可，目前敢有人提供有利的线索？卡内的人足侪，啊，毋过提供的线索大部分拢无啥清楚。不要紧啊，我相信最后一定有好消息的。我就伫大姨这段时间辛苦您啊。阿姨，珊珊，你哪会嘛来？啊，着恁出门以后，我嘛想想的，着讲想要来关心华仔啦。啊，我着带伊来啊。李夫人，多谢你嘛过来关心。袂啦。你莫安尼讲啦，其实吼，我是有一挂代志，想要互你知影。我是绝对袂放过，拄着建华的人。志明，是啥物好消息啊？是毋是有肇事者的线索？新东吼，专工敲电话来甲我讲啦，伊讲华仔的状况吼，有加真好啊。安尼足好诶，二姐若是知影心情嘛，一定会好起来。希望二姐夫会当赶紧好起来，安尼才会当甲咱讲车祸迄当中到底发生啥代志。啊，我知，敢真实啊？也袂啦，啊，毋过我相信哦，应该真紧啦。是讲阿姨，除了咱厝内人，我真罕咧看你吼，遮尔关心一个人，你出关心华仔，你果然问上命令啊。无啦，因为我伫病院吼，替肇事者讲话，啊心脏个气噗噗，我惊伊会因为安尼个扣分我啦。啊，我知若精神吼，啊自然个无即个问题啊。喂，吼，你连这嘛袂记？好啦，我落去啦。珊珊吼，连电梯的磁卡拢袂记咋，我摕落去还伊。老公，你先去楼顶陪小王子，趁今晚有闲，我来甲厨房整理一下。啊，我陪你做伙整理啦。没用的呐，等下囡仔起来看无人，搁要妈妈好啊。没啦，他若要回来时阵，唔靠保姆，保姆讲小王子才拄困起尔。会的啦，陪你整理完哦，我再去看。囡仔才细汉，啥拢唔捌，不要紧啦。你莫想讲囡仔细汉就好陪，你最近拢伫咧无闲想遐总会的代志，无时间陪囡仔。
但是以后小王子爱妈妈，看伊爱爸爸哦，你都别卡无目屎。我哪要紧，为你老婆爱玩好啊。给他，我陪你吼，到你再经历，给他给。嗯。啊，清香又自然。你说他登天哦，但单单来当准的，有一点点的酸涩，暗锅却有满满甜美的滋味。哦，来开花结果，贵得登干的第一礼节啊。你诗人哦。碧雅姐厨房可以当吟诗作对，我都向各位老婆永远保持着18岁要浪漫少女心。我懂你要有利用随时都有恋爱的感觉，希望老婆你放心啦。就算讲哦，咱个七老八老，我买永远呢，我拢袂改变。等下的时阵，你嘴气都硬得了了啊，无得甲讲话，搁会闹风，安尼一点仔都无浪漫。那有紧啦，到时阵哦，我得甲我说情话。老婆，就算讲你嘴气硬了了，我是赶快爱。那你为即马开始，我就要好好保养我的喙齿才。我记老婆，你的喙齿真水嘛，真健康啊，了看。那有人偷袭啦？好多啦，我老婆就算讲做家事嘛，真正水，我真挡袂住偌真落。哎呦，卖闹啊啦，佮闹落去真正要拼袂完啊。他都害我到这高，就即马喙齿佮无去啊嘞，厉害呢。老婆，你真正家事达人啊。唔那是我，厨房是全天下妈妈的地盘呢。一定要变好前期，才会当煮出好食的料理啊！酸掉干菇，就会当事半功倍，有效去除污垢，还可以同时保护厨具。是啊，这妈妈我真正做无语呆，又爱煮食，打扫厨房一点都不马虎。真正后盖我叫小王子啊，好好友好。卖个这点拖为小王子遐去。人讲翁仔某是相欠债，所以就要好好照顾我、疼惜我，因为这是你欠我。相欠债哦，那代表讲你嘛欠我。我拢已经以身相许啊，安尼阁无够。老婆问你哦，你是啥物时阵爱着我？你真正袂记啊？我真正袂记啊。真是啊。真是嘞。真简单啊。就是自我知影你介意我，迄天开始。我介意你，明明就是你先介意我。你好心人啊，是不是第一届在参观场看到我的时阵，你就对我一见钟情？是又安怎？哦，心人啊哈，明明你先介意我。这不是嘞，是你先介意我，唔对，你顶顶世人就介意我，顶顶顶世人嘛就介意我，所以是你先的。我听你安尼讲起来。那不就小欠债几啊世人啊？安怎？你无愿意哦？愿意，我当然嘛愿意。最好都跟你做伙，你莫讲三生三世啊，就算七生七世、百生百世，我拢愿意。愿意做母老，来行精彩。是你讲的哦，袂当骗我哦。当然啦、啊，你是我的债主，我哪敢骗你？啊，那呢？打扫厨房的工课就交给你啊。不然，老婆，你他不是讲我负责去偷看尔？都家是相公讲完做菠萝啊，那刚刚有看我设计机的感觉。好了，没问题啦，工课来做啦，还是讲我做工课在创啊？当然是伫你边给你加油打气、擦汗滴水。老公，拜听。哇，我感受到，我老婆你的加油，我规精神拢来啊！你放心，这厨房绝对个变个安尼清洁溜溜。Let's go.